再来看西班牙的品牌沙若，才启动一支新的产品的广告，外面出现用白布包起来的菱形马刀，还有具体有欠款的家人。外界是批评讲，这些消费因为战争受害的加沙民众，引起抗议加抵制。沙若在十月已经把这个广告踢掉，也强调讲哦，这个广告七月就定案了，将威胁受到外界误解。西班牙巴塞隆纳沙若分店的毒汤一碗坑引起风波的系列外套设计，沙若切切在网络推出新的广告，马道铺垫白布的红啊，部分的红啊，搁长脚长手，现场怒呛呛，予人想起加沙地区遭受空袭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惨状，引起外界抵制声音。支持巴人组织搁伫个店面外口示威，突尼斯首都突尼斯沙若分店毒汤甲地板予人喷红漆。沙若进前表示，这系列设计源自几世纪进前南中。十二透过声明表示，广告伫七月有这个想法，九月拍片、宣传相片，营造出艺术家工作室的场景甲气氛，对外界误解感觉真遗憾。这是沙若第一摆引爆伊巴战机，伊控制年迄时阵的设计总监，捌发送反巴勒斯坦言论的信息，招来抵制声音。以哈战争引爆美国高教校园的反犹太言论风波，哈佛大学董事会十日宣布，校长盖伊会继续留落来。They feel that to remove her would be, again bending to political pressure and sort of contravening principles of academic freedom that Harvard, prides itself on. 超过650个哈佛教职员联名签署力挺盖伊，要求董事会可以继续留任，并就大学哈佛甲麻省理工学院三校校长这个出席众议院校园反犹太言论风波听证会，因为并不明确表态是不是谴责反犹太言论，抓把受批评。并就大学校长麦吉尔因为压力太过大已经请辞，麻省理工学院也表态支持校长科恩布鲁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